以上即将开始，请在场观众将手机调成震动或者静音，以免打扰比赛的进行。本场比赛谢绝掌声，以及本席在此宣布，比赛将于接下来一分钟后开始。60万才能通过面谈，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笔
能打退堂鼓的人了。反观那些有雄厚资本的人蛇集团，不但几十万不足以为惧，反正日后要回本轻而易举，要花钱贿赂买通面试官也完全不是难事。因此境外面谈制度可谓防不了君子防不了小人，根本无法达到防止人口贩运的目的。监察院在对外交部纠正案中即指出，外面和一般外国人不一样，后者要进来我们可说那是我国给你的特权，但外面要进来涉及家庭团聚，那是权利。再说双方已有结婚证明，不应该假定为假。因此这个制度伤害的事实上是一个又一个的台湾家庭。无论外交部基于什么特殊的理由，出生于二十一国并非那些外面的原罪，只要他们本身没有犯罪事实，我们就不能无故让他们的家庭团聚权受损。尤其对于外面而言，一旦结婚没有得到认可，两个人就没办法在同一个国家共同生活。因此我方认为我国应废除外配境外面的制度。我方就是可以告诉你。
坛人员，面谈人员不代表所有主管。这边我们看一下好不好？面谈人员是非全职伴侣，面谈业务，算是才轮职的。所以今天，但今天对他没有接，所以今天他没有，他们只会进行一些培训嘛？好，是三天的培训。哦，刚刚没有，你三天的培训资料在哪里？因为今天我放这里有一份资料是讲说，今天他们面谈官在那个就是只是那些面谈的时候，他会先去看之前有经验的人在面谈，他菜鸟会去看或者是做观摩，那这样今天对判断的东西会比较有经验。我今天觉得这个是不是经验的问题，我方觉得是今天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本身就不能什么，因为不是你什么有多么有经验，我们并不是用问题来确认。那个你方的不一直说我们只靠问题来确认，但今天就依照他的行为或是依照他全部，不管他你是依照他的问题还是行为，反正全部都是面试官自己觉得他的心证问题。就是他长官会去，而且当场就是他面试官是不是？
是抽签分配的。所以要说呢，说贿赂自己人，我觉得他临时抽的还可以去贿赂这件事是，其实我们这样怀疑的时候，他可以提出案件资料。好，那对方刚才说呢，其实我们说面根本就不是面试官一个人，今天面试官他在写完这个制度之后，当天他长官会来看他这一份面试的报告，来看他有没有乱审。他是有复审制度的，长官当天就会来看他这个制度有没有乱审，所以根本就不是面试官一个人行政，他要去过需要透过他长官的审查才可以紧扣，才可以就是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婚姻的真实性。好，那我们说，对啊，刚刚妙女说嘛，有些人要贿赂我们面试官嘛，那既然他们要贿赂，是不是就会觉得你们放那个疑似贿赂的标签，就说我放的是你还是很困难，他们才会来贿赂的。谢谢。好，那今天就算，而且我们是面试是两个人，就两个人，但他还是行政，对不对？
好一定的强度才可以当作证据。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要降低法官的新政空间。为什么要降低法官新政空间？就是新政空间会非常不确定性，这样造成人民会无所措手足嘛。所以我们今天来解释这个面谈官。面谈官他新政这么大的话，我们的人民就不知道说，到底就像是老师今天体罚好了，他没有跟我们讲说没写就要怎样就要体罚的话，那我们知道怎么知道说到底怎么样才被体罚呢？那我们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然后所以就是因为法官就是因为面谈官新政的空间很大，所以导致贿赂的一个严重性会上升。因为我今天都是靠新政嘛，所以今天有人要来检视，后来要检视我说我到底有没有贿赂，或者到底有没有判错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检证的，因为我只是凭我自己心里觉得，我就是觉得他们怎样啊，就是我是觉得他们怎样，所以我没有一个客观事实来说，你今天判错了还是怎么样，所以今天可以让你就是到就是使我的贿赂的程度上升，而且我方刚刚已经说了，一个代表是可能就顶多就是两三个人、三四个人而已，然后呢，如果就算是事前抽签增设集团有庞大的资本，他们还是来贿赂整个全部四个人，不然就是他们在当场的时候，就是在面谈官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可以直接就是当场贿赂的。我们这里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这个是一个叫做林永玉的人呢，他就是面谈的时候啊，就是他跟他老婆要去面谈，就面谈很多次都没过，结果呢中介还暗示他说你应该要赶快拿钱给这个面试官，所以就代表说其实这就算是事前抽签，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杜绝说这个贿赂问题，而且贿赂的问题并不是行政不好还是怎样造成的问题，是因为他整个制度的结构就是这样的，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再来说对对方辩友的解决力，我发现是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第一个是他们说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说他们因为成本高，所以他可以吓阻掉人蛇集团，但是我们这里要举出一个资料说现在我国会娶外籍配偶的台湾人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没有很好的，所以在经济状况没有很好的情况下，你的面谈制度又给他平均是40到60万的成本，所以我今天，所以你到底吓阻到是什么人？吓阻到其实是那些想要真心结婚，但是没有那么多钱的台湾的大部分的台湾人。然后再来是你挡掉的到底是谁？因为我方认为说，既然现在面谈官的新政程度这么，新政空间这么大的话，而且他们所附的理由只是说，你的面谈你没有瑕疵啊，或者你的证据有瑕疵这样子而已，让我不知道说到底是哪里有瑕疵。所以而且加上是加上面谈官还有很大贿赂嫌疑，所以我们认为说，在那20%几或30%几的聚焦率里面，有很大的成分都是黑暗，就是。台上面是通胀的对方没有什么，其实刚刚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您质疑新政吗？我方认为新政不可以让这个面谈官完全新政，他没有任何客观事实，他就完全新政，这样怎么合理？那我想请问一下，面谈官是不是都是那些就是驻外管处，他们是不是透过公务员考试上来的？他们是不是有些专业？但是他们今天公务员考试的项目是什么？他们是驻外代表处理办事的一些处理，但是他们在面谈前才签。受一点小小训练，说面谈时要注意什么事情而已。一点小小的训练，刚刚说。请问你，一个专业的面谈的人，他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他应该是要有，他应该要懂得文化包含之类，就他要懂得很多事，应该是要有专业的训练。但是你今天就在前三天的时候，告诉他你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而已。那你只要告诉我前三天受了一点小小的训练，然后你就质疑这些专业人士、这些面谈官的，你发现认为面谈官其实都是很笨，他们都是一直会被收回，然后我方认为是面谈官，他今天原本的工作就不是来面谈的啊，所以他当然没有那个专业的素养。那么你们认为面谈官原本工作是
对这些人。您方并没有告诉我说有正牌。好，就是其实这方我的资料告诉你，就是其实对我先跟你妈刚才所说的，就是您方认为您方认为面谈官的新政，然后或者是总统收贿理由，然后或者是真心相爱的人，就是回答不太一样，然后就给他们过，对不对？那请跟我解释一下这份资料，就是这是外交部及驻外管处办理外国人与我国结婚申请来台面谈作为要素。第十一点提到，就是其实面谈官在书面载明初审意见之后，会通知双方当事人检证，就是补正相关佐证的资料，并安排再次面谈。他们并不会因为一次的面谈不通过而否决掉他们的婚姻。但是你今天你要二次面谈的时候，你是要好再提出另外一个新的事证，才可以去二次面谈。对，而且他已经有告诉他说你要补足什么，只要是可以看出面谈关系的问题，这样子很快啊。他们其实很贴心。再来，他认为你没有补足到这样，没关系。再来，我们再看这个，就是这个，南洋姐妹会他们的对话会谈记录好了。这第六点中提到，其实面谈结束后会把所有的记录给当事人看，当事人签名后确认或留存。那其实我刚想要告诉大家，有一些人口贩运的女生会在面谈的时候要求我们保护她。那这样，其实这个面谈作业留的是不是就是保护这些我们想要保护的人，而你都达不到？好，您方为了要保护这些，所以保护在我们台湾的家庭想要进来台湾人的权益吗？您方有看到他们这些人的权益，但是难道就没有看到我国的很多家比较穷的家庭，因为面谈成本太高，没有办法进来这些权益？但是都没有。其实我想告诉你，就是其实你看这些被人口贩运的女生要求我们保护她，那就是面谈是能保障他们的。那您方所讲到就是什么花费什么的。那其实我刚在前面申诉的时候也提出了，其实现今的面谈制度底下，因为前面你方提出来和做出了一些改变，比如说那个防弊机制的措施，或者是说防弊机制措施，就是比如说当场抽签，或者是但是我方那边也因为不能申诉，你可以当场再回答，给大家看，对，那对，所以你方也同意，对，方没有同意，我方那边也同意，然后再来，然后您方质疑说，就是因为这些面谈记录没办法，就是检证出什么？那其实我刚这边知道告诉大家，其实，在面谈的时候啊，比如说新人平时称用大陆软体 QQ 通讯，实际上连电脑都不会操作，那这些都是在面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打下他们的东西，或者说加入他明明在一楼平房，却称夫妻俩都住在三楼，那这些是不是你靠书面审啊？没办法知道，我们必须要靠面谈的时候调查或者问问题才能知道。那这些是不是就是论证了我刚才所讲的？一定会有成效上的损失，但是今天如果说是在书面或者是
就是跟他们讲话也有一些冲突的话，我们是可以说，比如他补充，今天制度上是要可以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补充什么资料，那你下一次一定可以再安排下一次的面谈。这不像刚刚讲说他们提不出事，因为今天面谈面那个外交部他们就是同意让我再次面谈。那对方辩友今天也说了嘛，他们按照现在的制度，但按照现在的制度会发生什么问题？像我方刚才提出了，有一些书面审核，他是没办法判断。很容易做错，在面谈的时候，因为回答的出入，马上就可以看到。像你家住在三楼，但你家明明就住平房，你刚才说住三楼，这种问题在书面审核上是无法发现的。而对方辩友又讲了，说什么这样子真的，你看他真假很准。问题是这些状况不是就是真实判断出来他的假结果吗？那对方辩友讲的什么罔顾权利，但我们其实都有提供申诉管道。那还请对方辩友跟我们讲说，他们到底有没有使用这些申诉管道？因为如果说他们今天完全没有使用申诉管道，去管政策 不周的话，我认为这不是政策的问题，这是他们自己没有去使用。那还有就是说，这方面又有提到说，就是说那个，因为这方面有说他们可能会依照就是以后的那个紧急或者是书面审查。那今天我方也有提出了，他今天因为部分跟部分的配合加强的数，就是捕获的那个力量，像我们就有说了，我们有分三个可能。今天有可疑的案件，我们会交给警察。那今天可疑案件交给警察的时候，不是就是帮助了警察来判断案件吗？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面谈制度的话，像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些人口贩运集团，也是没有办法被捕获的。那对方辩友事件底下，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去防止假捕获？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我们的国门大开？这样今天虽然说可能在这些涉案的人也能进来，但我们也提供他们管道，我们不是说不让他们进来，他们一样可以进来。我们问的问题并不是侵犯隐私，我们只是确认他们可能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像说，比如说你老婆住哪里，或者是说，今天如果说对方没有说假结婚集团有提本哈，但今天假结婚有提本，他们被提本，提本不一定全部对，他们一定会被打下。但真心相爱的人，他们答案在哪？他们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答案不就在他们生活里吗？对方没有讲的好像是他们完全不知道答案，但对，但是事实上，今天真心在对方没有讲真心相爱的人影响，事实上。不是，就是他们。我们问的问题是，就是在确认他们今天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吗？可能我们有些问题就是提到说，可能美国的啦，他们是说，可能是问说什么你家车库的钥匙在哪里？如果说有共同生活的话，其实都很容易知道。但今天如果说是假结婚的话，这些琐事都要记清楚的话，真的有那么容易吗？那还请对方辩友，就是因为对方辩友刚才举出很多资料，但我方刚要资料的时候，他都没有真的拿出来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还是有点怀疑。那今天他们讲述的这些个案，真的有通过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书面诉讼管道，或者说要求录音档，然后或者是说叫那个驻外管处出来，就是解释说你们到底是如何判决，这都可以的。但对方没有举出资料，都只有刚才说他被面谈拦下来，然后他现在就跟记者讲。那我方不认为说今天我们不让他们进来，只是说他们有没有去使用这些管道，然后在那个就是。有关于就是谢谢。
说诉讼书面，或者说请外交部部那些官员出来解释。好，我刚告诉你说他的管道今天是什么？他的管道今天就是他我刚已经解释过这个管道，我只是想知道说前方讲的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去经由这些管道。好，我告诉他管道有多没用。他现在管道就是你把他上传到外交部，然后外交部看完之后又再送回去，那没办法去叫你重审那这方面我们今天书面跟诉讼都会有就是理由出来，那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理由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答案回答不一啊，或者是他们有瑕疵，对不对？然后好，你今天这方面今天我们还有设立一个检举选项，如果说有问题不大或什么，他们都可以直接交由外交部的那个署长信箱这样子去判断。那今天我们给了那么多管道，对方没有一直说有人被挡，但他们没有说这个理由，到底他们有没有收钱？政就济，那我光这点想，现在告诉大家，到底
是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再就是我方就是对他们姐姐的意见削弱，就是他们无法达到他的立法目的，主要分成几块来说。今天这方面他完全只给我们了一个成效，是一个数据，叫做什么？他们2004年什么结婚人，他们只告诉我们2004年结婚人数上升，他们并，然后他们还举了几个个例，告诉我们说他们抓到几个人。那我方在这里是确切的告诉你说，在你抓到，在就算你这个制度你真的抓到几个人好了，但是你对其他人的侵害是更大的。然后再来是你怎么抓到这些人，你是完全凭面试官个人的行政，这个行政是没有任何监督机制，没有任何标准，没有人，他也不太需要付什么理由。所以简单来说，这个行政到底要怎么去达到他们想，他们到底要怎么拦到他们想拦的人，还是纯粹凭他个人的行政嘛？那这个行政在没有就是标没有检验标准、没有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他就会导致就是这个社会，就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一个人设社会，就是法官今天判决他都还需要就是依法行事，他受过这么多训练，他都还需要依法行事。这个只受过3天训练的人，他为什么可以纯粹凭个人行政呢？然后再来是还有就是这里的贿赂，我刚才前面有提到贿赂问题嘛，就是因为他完全我要让你通过，我不需要任何理由，我不让你通过，我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所以我方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贿赂的问题它不是个案的问题，它是整个制度，它打开大门告诉你说，就是这个贿赂基本上你是难以被查到的。然后这再来是提高成本的问题，这方面他们今天提高的这个成本，他们提高了申请的门槛，但我方认为说，在你提高这个申请的门槛的时候，你不只让人生集团就是他们的就是门槛变高，你也让那些真结婚的人脉的门槛变高。他们要么是看到40万到60万，他们可能是因为这个成本太高，所以他们被吓住，他们不敢进来，或是他们进来了，但是他们需要付出非常多的代价，甚至让台湾家庭他们就是简单说，他们在还没有结婚之前，他们就已经负债了，或是有些人根本就进不来，这就前面我方都举出例子。因此，我方认为说，在今天对方没有他们想要保护的人只有这15个人的情况下，他们伤害的是这么多的家庭。然后还有他们，就是最简单来说，我方认为
知识层次不一，或者对，可是不要妙，他是不是有救济管道？我们说的这救济管道不是就算他真的有救济管道，他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也是你们的制度，他需要花更多的成本让他进来，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陷害。你越花更多的成本不让他进来，越心寒。是啊，可是我们已经讲了，我们有其他救济管道，而且接下来你放打下什么东西，什么人？我方就是认为说，他有任何犯罪都应该在他进来之后，你有确切犯罪的时候，你才可以抓他。可有些人，他可能在，就是他讲，他已经被就是被抓，他已经那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少？我方刚才是告诉你只有15个人啦、啊，因为你看现在几千个人里面只有15个人这样说，我为什么要因为他就是他就算我们真的很抱歉，你哪有15个人这样子？这里还抓14个人。他方淼，你这个是面试，对，他是告诉你说，你以据件资料告诉我说，你今天假结婚打下来我方想，就是我方想要告诉你的是，你今天拒件，那你今天拒件，你方告诉我说是因为他跟面试官是摆的人就是15个人。我们说拒件令是跟面试官是摆，拒件令说的是这里虚承认虚伪结婚才是跟面试官摆。可是，谢老板。
就是非常特别啊，真的。就是我方想到的是这种权力恢复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婚姻只有这种权力，是不是可以就是透过就是究竟广告合适是什么，就是在恢复他想要达成的婚姻，但我方这些自由权、生存权是不是在这个制度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是不是就这些已经严重到损伤到他人的这种自由权、生存权，也让台湾在国际间是被评价是人口贩运的，可能是大中国还是什么？那这不就是这不是我方愿意乐见的？那比如说讲起来，今天2005年的时候，是不是美国在把台湾就是人口贩运就是从一级提到第二级，那是不是？就是希望台湾有这个面谈制度，能保障那个这些人口贩运，也显示说国际对人口贩运的严重视，是对人口贩运这种严重性，是不是国际间都非常重视这种问题？那相较于婚姻制度，我方认为它这种权利的回复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就是希望就是以这种权利回复，就是来作为这种判决，就是希望就是以这种对，就是权利回复。那我真的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请正方那边上台咨询。好，我刚想到我刚刚就已经告诉你。
啊，读者都要利用。那这个概念不就跟我们一样吗？但是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啊。那我们进但是好，那我们进下一个问题。方刚说行政救济一定会让那些真正结婚的人进来台湾，对不对？我方说没有，对不对？啊，你方说行政救济可以让真正想结婚、真心结婚的进来台湾，对不对？啊。行政救济的情况下，对他们如果能够，对对没有，我想告诉你是，他们如果能够符合这些行政救济选择程序做，大家都确认无疑的话，好好，我们就在讨论程序的，对。然后那好，那在我方会说，请问这些法官误判的，然后你在监狱里面多待了十几年，然后我最后我还是把你放出来的，所以我没有去看你的权利，对不对？什么意思？这些法官误判害我多进入监狱里面这么多年，然后我出来之后，你就说我没有去看到你的权利，因为你还是出来的。对 OK， 各位，我也告诉你概念，法官误判，他可不可以上诉？那他对对，这个那林方也是可以上诉，但是我花这些时间，那他既然就不是金钱，不是时间了吗？
我们有提供管道，他们当然没有去实施。这样，而且当然没有到最后，等于是承认说他们到最后其实都还是可以来到台湾。我们真的有辅导到他们吗？其实上是没有，也许他们会不是那些证据，但他们到最后还是可以来到台湾。但人口贩运这个问题，在我看的立场下，我们是可以挡下的。他不是出自于有，他可能不是要求的。就算说他，因为有些人是不知情的，那他今天被骗，可能因为神色有异，或者是违法不正确，然后被挡下来。我们不是也是等救了他吗？虽然说我们不知道他来到，他如果说在对方没有立下，他认为只有这15天是有效的，但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些拒绝别人的。如果说有他们想说跟对方讲，但他们也不会做什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挡下这群被人口贩的，被人口贩的在对方没有。吃的是不对，他们一定就是说，真有一个他被他爸爸妈妈卖到了台湾，他没有人申诉，他也到了台湾，他被人口贩子关到了这个房间，不知道为什么，他举目无亲，他没有地方可以安住，但他现在就被关在一个暗房房间，可能会被人口贩子进行性剥削，或者说他今天可能每天都在监控，但他拿不到多少钱，而且今天他为了控制他，可能会对他施打。这样的案件在对方利用之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言论，再出现。但今天对方利用说他们要用警察来抓，但今天这个事情早就已经造成了伤害。今天这个事情早就已经对这个人造成了伤害了。我们今天只是希望有些人可以在一开始被拦下来，不再受到这样的对待。但对方利用其实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而且我们也有听到，也误会很多这个警示。如果说今天对方没有少了说我们这些可能可疑的案件去提出申诉，去提出就是提出可疑案件要专门去追踪，这些人来到台湾，如果说就像真的就是被口贩子关起来，他们到底要去警察要去哪里抓，我们是不得而知的。因为如果说警察没有一开始就特定去追踪，他们怎么抓到的去？那对方没有事件影响，今天口贩运的分子会一直运人来到台湾。人口贩运的一个大中国，今天大会一直过来，被欺压的人越来越多，受到伤害的人越来越多。对方没有自己说用书面审核跟警察系统就可以挡下这群人，但其实完全无法。但我们今天就是希望用见外面谈，虽然说如果没有打击，但我们希望就是能挡下多少是多少。但我们希望说对方没有说的这些想法，我们并不是想找他们麻烦。今天如果说他们回答出了一些关于他们婚姻之间共同生活的一些事情，那今天他还是可以来到台湾。我们不是说今天金光面谈全部都拒见了，我们还是会让他来到台湾，还是有人可以来到台湾。如果说各有结果不满，你一样可以提出申诉。难道像真的像刚刚没有说的说，这些现在的人都没办法来到台湾？我方可以确定的是，刚刚没有讲的事情不一定会成立，但可以确定是人口贩运的分子一定会把人逼来台湾。这群人绝对在对方没有事件底下，一开始绝对没办法活着。今天。如果说他们不是出自于意愿、自愿的话，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进行投诉，没有办法求救。就算说对方说的他亲自坦诚了15件，但对方没有事件连15件都没有，这群人注定要被运到台湾。而且今天有这个机制在这里方面，人口贩运分子如果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的精力，他们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吓阻的作用？他们会不敢。但今天如果按照对方的说法，只要交出一张照，更好的串通，那今天会不会等于是台湾的人口？门户大开，让他们不断进来，那这群人不是就要应当过受到这群人口贩运分子的欺压？这样子对于这个社会是不好的。所以我方认为，我方并没有压榨婚姻自由权，而是我方希望说，虽然说可能会延误你们进来讨论的时间，但我们还是很欢迎进来。但是我们是希望的是，不要再让人口贩运发生在人口贩运不会被阻挡这件事情来谈。谢谢。
先乱打嘛，我有可能打到真的犯意的人，我也有可能打到真心相爱的人，那真心相爱的人再就是可怜一点他们平分素月就好了。然后有些人广泛的假设犯被就是被放进来，我认为这样的不确定性真的非常的可怕。再来，他们设定对方标准只有靠面试官的主观嘛？那我方先生想要告诉大家，面试官的主观到底为什么可怕？今天面试官他可以决定说你要不要进来。那对于外辈来说，他们能不能够结婚，决定了他们能不能够团聚在一起。这不像是我们国内结婚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国内你不结婚，你还是可以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但是在外辈的情况，他们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没有居留权，他们不能在一起，他们必须分隔两地。所以我方认为说，今天就是你看，你可以去决定他们要不要结婚，但是你结婚，你没有任何的标准，你没有任何的理由，这样会导致我们对于就是。对法规的，就是我认为法规不能这么没有明确性，它的预见可能性太低了。就像是法官他需要交代他的行政，我们对于每个就是不同的案件，我们都有不同举证责任的分配。今天你行可能刑事诉讼你必须要举证责任达到100%才行，那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当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标准的时候，这真的非常的可怕，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怎样的人有可能会被拿掉，怎样人没有可能，就是可能会让你进来，这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完全就是他的滥权，我们没有任何监督机制。就算我们有可以诉愿的管道好了，但是我诉愿了，然后呢，我要怎么去判断他，还是一个行政的过程。我今天法官乱判，我可以告诉他说他这样判决违法，因为法官还是他必须要按照依法行判，但他完全没有。再简单说，就算你有诉愿的管道，但是你还是不能证明，就是你没有告诉我怎样对的时候，就是面试官怎么判都是对的。谢谢。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他们在努力告诉你这个无法绝对精准的机制其实是可以倾向精准的，可是当你没有判断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只是扣了一个他没办法绝对精准的帽子，所以会造成很多人被挡下来，很多很多人被挡下来，然后救到很少的人，在你呈现出来的感觉是要做出这个比较。那甚至讲具体一点，正方会变学面，你后面甚至杀红眼，在末子的时候，你就是觉得正方的政治制度利益只有那14个人，一年14个人，可是这是不客观的，因为代表是你这场比赛你没有张开耳朵去听他们的制度底下造就了哪些情况，数字不会那么明确，但我可以肯定，我听到的不会是只有14个人，因为如果我们单单看反方的三辩的结辩的话，会看起来就是一个，因为他是结辩做随意比的标的，就是那些被人蛇集团偷渡来的，他们好可怜，好可怜，好可怜。如果按照这个机制底下的话，会只有四十个。可是其实反方三辩讲的不是他们论点全面的比较，因为就他们论点全面的比较，他自己答辩的时候也突然想，哎，对我们有部会合作，部会合作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透过境外辩团提供资讯给台湾的警政署，回就是他已经进来台湾之后追出来，他可能是这个在被人蛇集团控制，或者不管是其他违法行为抓到的这种情况，那也算在他的制度利益里面。我觉得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所以在你们的随意比较之下，你们就单纯的只是觉得权力不应该受到侵害，更何况你们很直观的觉得，因为制度不精准，所以权力受到侵害的人力比较多，保护到的人比较少。可是我觉得这是很客观的比较方式。对，那对我来讲，我会比较接受反方今天在这场比赛呈现出来的比较。我讲的呈现出来比较，就代表是不是你们清清楚楚讲出来的比较，是你们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概念就会比较像是，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在今天的反方他们做了很多防御机制。去告诉你说，你今天要控诉我的制度不精准，我的境外政策制度不精准，我有准备。他准备哪些说法？我觉得第一个，因为今天是境外面谈制度，他是那个叫什么面试官的行政。如果某种程度上是面试官的行政的话，他就告诉你说，那我有两个人，我两个人以外，我还有一个主管是谁？虽然都是行政，可是你注意你中间的这个公管过程出现一个话，就说行政、行政还是行政。没错，可是他在趋向精准度跟判断度上面，会相对于在感受上面可以被理解，它是提高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就算这样子的境外面谈机制让人民不服气，他还是可以有申诉管道。那后面你们去争执另外一个方法，叫做申诉管道这一个有没有用？你们的说辞让我一度有一个在辩论上面的疑惑，就是你今天去控诉一个制度。它的效果不彰，或它不明确，在大家都不是专业知识，就是都是乡民，都是老百姓的情况下，听到说你的表述是 不清晰的，那自然而然会觉得这个政策不清晰。可是这个政策到底实际上是不是清晰的，我觉得很难讲。你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吗？当你说这个申诉管道，只有看说这个一些看起来很空泛、有讲跟没讲的理由。去驳回这个他们要结婚的这个文件，那个说辞听起来就很真的很空泛，什么有国家机密，什么这个说辞不符。可是如果我们回到一个想象中的实务案件的时候，它应该会是一个比较精确的理由，想象中应该会是一个比较精确的理由。可是当然我不是苛责你们讲的这么不明确，因为搞不好这一个。这个理由书就真的这么多，搞不好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今天的反方准备了其他的申诉管道的时候，其实你们没有意思要去讨论，因为你们核心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只有驳回再重申这一件事情而已。但是其他的行政救济管道，比如说行政诉讼呢，比如说检举的信箱呢，这些东西你们没有去跟他做讨论。所以我觉得相比之下，你们在这一场比赛的呈现是没有办法具体的呈现这个无法绝对精准的境外面谈制度是趋向于更不精准的那一方，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反方在整个比赛呈现出来的权衡是合理的。这个权衡是什么？他们想保护哪些人？其实后面比的东西已经跟他们意愿搞的东西比的东西相对来讲算少了，
所以我提醒反方，其实你们仔细回去检验一下你们医院，你们医院搞好过的东西是蛮多的。第一件事情是你们要保护假结婚证卖淫，因为不合法的工作叫做性交易，所以如果你假借结婚的名义来台湾实行一个在台湾不合法的工作，对台湾而言是一种损伤，这算是很厉害。第二个，假结婚做正当的工作，对我们而言的判断理论上应该也会是一个负面的评价。为什么？因为外籍人士要取得居留的证明或者居留的权利，他可能透过工作的居留的签证的话，他很难达到未成层的标准去检验。可是对于配偶的这种依亲的居留的权利是很轻易就能够通过，就是假设没有这个面谈的话，他是很轻易就能够通过的。然后他只要通过，他就是台湾，他就可以直接在台湾工作。这种情况如果大量产生的话，也许会排挤到本国人的工作权益。这是我讲的，他没有讲那么清楚。但你理解我的意思吗？那一些学长姐昨天跟你讲要抢的东西，它其实背后是有它可以攻防的空间，而且有你们要保护的价值。第三件事情才会是你们今天在我们的重点，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好可怜，她其实被爸妈卖掉了，然后她要跟这个境外面谈官员求助。然后第四个才是境外面谈官员在判断的时候，好像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判断出这一对夫妻他们有什么真的不对的地方，说辞都相符，可是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是在道理上不能驳回，没关系，让你通过。可是我回报联检证书，叫他们去联检这些人，因为他非常有可能是被办案的，他的利益有这么多层，所以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他想保护的那一群是不是真的那么少？我觉得不会像是你们那么直观的理解，就是我们他们要做的事情，或他们达到的利益是这么不明确的。如果他真的都证明出来，可在这场比赛他们说要比较同情心只有两件事，就那个很可怜的小女孩，14个人，加上可以透过跟警政署或者是这个警察机关合作，追到一些可能违法打工或者是一些卖淫的情况，或者是在政治上的情况，你们觉得这是你们政治底下的利益？你们想保护这些东西？可是你们也不是觉得结婚权不重要，你们表现出来的意思应该是这样，你们不是觉得结婚的权利不重要，自由不重要。可是我也没有禁止你跟这些人结婚，只是你在这些人结婚上面的门槛会比较多一点而已。那这个门槛会导致你在不服这个决议的时候，我还是开救济管道给你，让你可以重新去审诉，以加强这个检验标准的合理性跟真实性。所以我最后会很趋向于反方这种比较权衡的做法，就是我不是不给你权利，虽然他没有讲那么清楚，在这场比赛在最后他没有做出一个损益比，可他整场比赛就是在做损益比，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给反方的建议是，你要有意识到你整个论点结构是最后是要去权衡这件事情的，你是要去权衡人民结婚的权利跟这些外籍人士来到台湾对台湾的影响。你要去权衡这两件事情，所以你要进外面谈，或者你不要进外面谈。回来这方也是一样，你要去理解这件事情。当你能够在攻防的过程当中去证明正方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台湾根本不是问题。假设什么叫根本不是问题？这不是现实，这是一个假设状况，这个很好比较。假设我们的警政机关超强，100%所有的人蛇集团、非法打工、假结婚的都真卖淫，这种情况都能抓到，我们还需要进外面？其实不需要，因为100%能抓到，我们就不用再设一道门槛，让有一些人过得很痛苦。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对，那你也要去解释一下，客观的解释。我讲客观的解释，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在通过这些审查的门槛没有办法通过，就是境外面谈都没办法通过，这些伸出拐道都没有办法救他。当这些伸出拐道都没有办法救他的时候，他这种情况叫做权力极大的剥夺。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最后想去比一个东西，叫做这个，不管怎样都不应该限制人民的权利。你们可能举一个指名建党的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在合理的想象应该会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要求指名建党的话，对人民的权利侵害，大法官觉得这种侵害的程度，比起指名建党建立之后可以达到的好处，来得更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有限的。我们回去讲另外一个例子。我想到了，就是你去想哦，警察今天要求你就是配合办案，把你这个带到警察局里面做一些案件的笔录，可能一些有一个
做一个案件的评估，或是法院要求你当证人，请你出庭的时候，是不是对人类我们自由权利的某种程度剥夺？因为我不想去，我是不是很想在家里打电脑游戏，我不想去。但是某种程度它限制了我这个部分的自由，是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国家认为可能。在配合警察办案、追求正义的这一个价值，比起我在家里的这种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或者一个下午的这个自由还要重要，要不是真正的权利全部剥夺。所以你有发现就是吗？权利是有程度之分的。所以在一个程度之下，我们权衡觉得这个程度可以被剥夺的时候，我们就会剥夺，所以才会可睡，所以男生才会当兵。可以理解我意思吗？那会有争议的题目，就是在这个权力的剥夺权衡之下，我们要去讨论这样的剥夺是不是合适的。我觉得要意识去比较这件事情。对，那最后给反方一点建议，虽然我最后介绍你的论点，但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情理论可以讨论的东西更多，你可以捍卫的东西更多，你可以分数打得更漂亮。对，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做到。第二个是反方不自觉的会有一个小习惯，你有没有？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如果正方啊，他证明不出来有多少人是因为境外面谈真心相爱被拦下来，他没有办法提出数据证明。可是我们合理去想一下，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人，某种程度会有。那可是边上大家习惯都是这样，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证明？如果你没有，你不知道，结论叫做没有。换一个例子，就是你知不知道有错？所以没有人同意。这个现实世界不会这样想，当然现实世界也不应该是说我不知道，所以一定有人同意的，不应该是这样。结论应该还是叫我不知道。你知道有人闯红灯，我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有人闯红灯。你知道有人拿我手机，我不知道，所以应该也是不知道有人拿我手机。那我们要去追求知道的那个过程，才是这场比赛你们要去准备的资料。所以徐小姐告诉你，越努力。越讨论更细的梦法，我们会越趋向于如何分辨知道，会让我们可以大声告诉对方，我不知道，找我来证明，证明给你看，真的有这些人，你懂我的意思吗？有多少？对，那我会觉得这样才会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讨论。所以二辩学妹，我觉得你的头脑很清楚，你也很彻底的执行了你今天的论点。可是如果你要再更进步的话，我觉得先抛开辩论场上的习惯，就是他证明不出来代表没有，他证明不出来代表他错的这个习惯，主动的先去证明或是承认有一些事情是真的发生的。因为其他发生了，你在权力的比较上面跟权衡上面，你一定还是可以比的。如果你有认真准备比赛，好，以上是我才会讲的。有其他问题的话，再来留言，谢谢。觉得这样的侵害其实是不合理的，跟他们小孩好像一定是不合理的，应该
我觉得这第二块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后面的时候没有很明显被凸显出来，因为我觉得你们一直卡在前面那一块，就一直在跟正反方吵说，就是到底会不会有实质上真的有被挡住，然后没办法排这一块。可是你们后面那一块其实超大，我认为是反方没有什么去处理的，因为你去逼问他说为什么要设，要花到40万到60万。你如果有主动去逼问他的话，我就觉得说他应该也很难去说明说为什么花那么高钱在很多年，为什么？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点其实你应该是很好，可以去最后后段全部舍掉收这个点，我觉得也有可能可以去做一个论点分数上面的取得。可是我认为这个点其实是有点判断错误，就是说你们最后没有把这个点凸显出来，那你们反而是锁在前面那个点。对，然后我再讲的就是正方你后面去打的是另外一个点，是说。你们觉得今天反方他侵害人权的状况底下，因为他们有一个方式是说，我今天会有些会放你过嘛，那当然我会用怀疑的方式去跟踪这样子。那你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可能，比方说像指纹的，或者说有一些明显的规定，其实是不可以这样定立的。那个是我觉得，如果你三面讲的话，然后你前面加强这个论述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质疑反方他的证，他侵害的正当性的。可是因为我在我准则就讲过，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点 ，OK 吗？因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觉得这样的方式，其他人权侵害过大，可是你们中间全都没有去讲这一块论点，所以对我连那个前面出现的点，我没办法把它当属于判断。那你们剩下的点就只有就是那主考官的问题这个点，那你们怎么证明主考？对，那你们主考官的点，我觉得其实，在主观客观那边，我认为还是有证明到，就是说的确他们的数据有上升，可是最后的确还是一个主观判断。可是我觉得那个反方的状况，他比较像是他意思是说，那既然你觉得就是会有主观的判断，他意思是说，那么多人都一起来衡量的时候，到底最后那个结果真的会像你们讲一样？因为你们从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叫做那个有人只是计程车司机，然后最后被当成那个人车集团的车夫。对不对？那个被拒绝的理由，那个给他的理由是说什么无可奉告的理由？你们觉得这个例子不合理？可是那个例子在反方的某一轮攻击的时候，他好像是应该是反应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当事人他自己在那边就是碎碎念，可是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的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他没有直接拆掉，可是我也觉得我还蛮心不想要听到说，第一个是这种例子有多少，就是他的确是主观影响到我的厉害，然后第二个是。有没有实质上发生？因为你们那个例子是有稍微被打到，可是如果你真的 OK 的话，是应该反方会证明说，因为他当事人就这样说嘛，那反方能够告诉我说，那当初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之类的，或是你们自己事先就准备好了拿出来讲，他的确是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对不对？那你们的举证程度，我觉得就会有证到这个点，不然的话，因为反方他一直在加强你们的举证的状况，是那么多人加起来的时候，他是不是会趋近很客观的状况？的时候，你们的举证是在往上在跳的时候，就会变成是对我而言那个影响层面，我实在是无法确定有多少，所以我没办法去很明确的知道说那个规定自由到底有谁因此而进入吧。而且反方他后面又在加强说，他们有检举信箱，然后还有那个进入外交部还会有人去监督那些主考官等等的，而且他们有录音录影机等等之类，然后他们还有这些东西。那如果这些东西全部拿去重新去行政诉讼或等等之类，难道真的没有人？难道真的还有人进入来吗？这是反方最后的态度。那我觉得这边的举证责任一直被往上纲的情况下，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正方你们自己在这一块的证明程度，对我而言是几乎不存在，因为你还是没有办法去说明说到底有多少人。那甚至可能真的很少很少的话，因为你们有去道高反方说他的人数很少，可是那前提是你们人数要更多嘛，就是如果你只用人数。可是你们连一个都举不出来的时候，反方至少还有14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时候还没办法去算你们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我觉得蛮关键的是贿赂那一块，因为你们那贿赂那个很关键，是因为如果你贿赂证明出来的话，那所有救济管道都没有用，因为反正所有救济管道如果我都没贿赂的话，那你就是往上去检，反正我也是去贿赂，对不对？我去贿赂的话，那个他就让我 pass 啊，或者说他就照我的实力去做之类的。但是你们贿赂这个点，我觉得。其实你们今天战场主要都锁在主观跟客观那一块，我觉得你们贿赂那个点是蛮可惜的，因为反方的攻防我根本没有完全解决，他们就说我今天不是只有一个人，我有两个人，我有三个人，可是当然也可以像你讲一样，三个人都可以贿赂，对不对？我也可以全都贿赂，可是我觉得贿赂这个点本质上是还蛮需要正方去更细致去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一般状况底下是可能就算书都没好，我们也可以贿赂裁判，对不对？你可以贿赂裁判，然后说判给我之类的。可是重点是那个制度到底解决方法是，第一个是那个我们用，第二个是那我们应该是去增加他贿赂的能力嘛？贿赂贿赂的那些人把他抓起来。那为什么等于是要被要出收费裁判？就是那个链接其实本质上是有个差异的。如果是贿赂到很严重，就所有出收费裁判都在贿赂，那我们这一届就停办。可是如果是那个初赛的时候，裁判大概只有两个被贿赂，那还好嘛。就是其实其他这两个把他抓出来换裁判就好了，那干嘛一定要整个制度废掉？我认为贿赂这个东西是本质上是正方他本来有一个更高的权责，但是反方你今天没有必要那么强 ，OK 吗？你应该更细部确认说，那这个贿赂也造成。因为21国嘛，21国全部每一国都贿赂嘛，然后每一个人都那么容易被贿赂嘛，等等之类的。因为你们自己在强调专业训练的时候，你要去想，就是说，那他有没有在训练他的能力，就是训练他比较收贿、利益回避等等之类的，这些有训练。因为我实在不知道那个专业训练内涵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不管他3天还是30天，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内涵，他教什么不知道，那我对我也没有什么意义。比如说他可能真的不一定有教什么东西，你懂吗？这样反方其实对我也是。就是那可能我今天这个人我也可以去判断，因为他跟我可能没什么差别之类的。我因为我觉得那个差别拉不出吧。可是因为你们后面有做一个加强举证的，我不然我觉得正方怎么样讲都挺合理的。可是你们最后在自己的，因为你至少举出一份很明确的报，我就会觉得可以承认这件事情。那贿赂的话是那个你们说可以当场贿赂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当然你应该要让我们去推说，就是。连那个监督他的上级机关都可以贿赂，那也就是管道都可以贿赂。可是这个会变成是一个有点扯中，是我今天可以贿赂那么多的，而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那贿赂到需要那么多人的时候，那集团会有优越的做法，就是我今天要花20万去贿赂面试机关，面难关，然后每个人要花20万，然后我就两个人就40万，然后我要贿赂他的上级主管机关，因为他收比较多，他收30万，那70万，那我诉愿的主管机关我还要再贿赂一次。我觉得那个整个流程的贿赂金额固定的程序员会觉得这样合理，他可能就换个国家去运输他的那个犯罪人头，你懂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后是上纲这样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会更期待正方说这个制度到底是整个到最后是整个是腐败的等等的，不然的话他还是会像反方讲一样，就是他还是有些方式是可以进来的 ，OK 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点没办法成立的话，那你们最后解决就只剩下一个有可能真的会有出现问题的风险，可是你们实际上举证不出来。那反方的话，他们是有一些利益存在，因为他们有第一种利益是说，我今天可以事前预防一些，比方说他今天在面谈的时候动作紧张的时候，然后觉得哎、你今天是怪怪的，那这种怪怪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我事后，因为我也没有明确实证，那我事后有疑虑的时候，我用警察机关特别加强监督。那我更容易抓到这种非法案件，这个比正方好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是我事前把你挡住这种，当然你们选的是后那个就是前面的那个说法，对。那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正方你可以去抓的，因为他们今天不是在一定角度讲说有2000多件是假前证卖淫的例子，对不对？但是这份资料到底是事前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期待正方去确认，因为他如果是事前的话，那他2000多件就变成他的全责。那2000多件，如果你没办法证明他们是有罪的话，那是不是他们就是自由被侵害，对不对？这第一个。好，那你告诉我这2000多件真的哪些，你至少举出2、3个，说哪些是最明确的，对不对？然后你们去上纲说，那他这样子其实很多都证明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自由被侵害的，对不对？我觉得你们的举证就是太卡在说你们太把战场开在你们那边的状况，可是反方自己本身里面搞的拆解不是很少。OK 吗？我觉得这边是你们自己技巧一个可行的地方。那因为本方你们挑的是那个利益，就是后面可以给警政署通报的利益。然后你们还有挑另外利益，是说有些人他是面试的时候他是被爸妈逼来的，那他面试的时候就是会跟那个面谈官求救这一块，所以你们主要有利益。但是我认为正方针对这一块的拆解其实都蛮少的，因为你们主要都在防守面试官的关不足关的问题。那最后可是他们还是有的确明确看到10件的那个情况 ，OK 吗？所以你们正方真的只要再多举证一点，因为反方今天其实说实在他的举证也没有很高，因为你说你把他有疑虑之后一路调查，那你最后真的抓到那么多人，的确就像你破纸的时候讲，就是那个人数根本就不明确，对不对？那他唯一的确就是拿14个那个人，可是
说实在，就是你们的人数真的是连一个都挣不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我还是会觉得说，就会变得落入反方最后讲，那我原则上还是会尽量过，因为你们一直讲不出有什么困难的时候，那我当然就会尽量过，而且我还有多一点点有可能是可以抓到的时候，而且我正当心上面的人选。正方又在前阶段或中阶段完全没有去呈现，说那样的人的心态，不能只是因为怀疑就轻看你的时候，我会多看一点分数没有办法。但是其实正方每天自己回去好好思考，换我们的比赛可以打完成不一样，也甚至可以是你比赛的东西。不要，我不确定要出关键场，可是不管是谁能够晋级，我觉得那都还好，那都只是过程。因为你如果在这个中间，你就算输比赛，但你学到一些东西，在下一个比赛的时候再拿回来，或者是说。至少这个暑假对于这些东西有收获，我觉得那都是比较有意义的。不要一直觉得说自己输比赛就是代表这个比赛没有价值，因为你缴那么多钱，你输都会大会嘛。那你就算输比赛，其实你还是至少有带一些东西回去嘛。不然你一路骂干骂回，你家也没意义嘛。就是你要回想的是说，那你借由这个比赛过程中学到什么东西？那我当然确定是谁输谁赢。如果说应该是有一方已经不能晋级的，那仅供大家参考。对，那如果你有话可以再问我接下来。虽然你这个政策没有办法救出那个人蛇集团，逼过小女孩，
无所谓，至少它不会来台湾对于我们自然造成一些什么负面的影响，是第一个针对我们。那这个制度我们是因为给救赎人呢？就像你们所说，有些人可能会在面谈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被各种疑问发现回答不出来，所以直接承认，承认之后可能会有救出来的可能性，这是你的意义之一。进一步去往下讨论，可能会有一些人，我发现你回答怪怪的，但是也只是怪怪的，他没有达成我们区间的标准，所以我把你放进来，放进来之后，我透过警政署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司法机关事后的追查，让我在于事前无法预防的状况下，事后有追查的可能性，这也是你的利益。即便到最后你们都只，这些都可以是你们今天后面可以收的东西。那你们自己有主动有意识想要收的东西，其实就是用，可怜的小女孩，然后在这个面试当中迟到让她获救了。至于来台湾的部分，答辩的时候有提，对，但可以理解成最后你们有受利益，然后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就像第六学长所说的，你们自己打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你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后面没有好好收。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我直接讲结论，过程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各种的攻防，然后各种的削弱。对我而言，结论就会是，当正方没有发挥贿赂这个东西，它之所以在这个政策当中特别容易发生的可能性，没有把它讲清楚，而且也没有把它这个结果会有完全倒转的可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状况下，你们的这个弊害就会被今天反方所提的各种权力及制度，各种权力的纠结不断的稀释在稀释，到最后就会进入没有。那当然，反方今天也没有把它讨论到完全没有的意思，他可以承认会有很多的外资没有，可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进来，就是多一点时间。给他多一点时间，可能需要付更多的资金，他们就不值得，因为至少他们权利有，依然有保障的可能性，即便他的保障不是最理想的状况。然而，反方所强调的价值来自于他们觉得人口贩卖是一件更值得被救的事情，因为他今天成功的贩卖进来之后，他的权利可能永远不会恢复的可能性。他可能在台湾看，就是一个在不见天日的地方，他大概知道，其实台湾真的对于黑道的扫荡，很多时候是没有那么样的有效率的。即便今天反方有讲过什么警政署可以合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其实完全有可能会有一个权力无法恢复的状况。所以今天反方他去强调的东西是权力恢复的难易度，正方比较有回，正方所列的弊害比较有回复的空间，反方比较没有。对我来讲，在反方所害怕的事情比较没有权力恢复的空间。对我而言，反方的所依就是这个结论。那正方的结论，他试图透过你所谓的对人权心态过大。然后为什么这样子的人权心态过大？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去比较的，因为的确这个制度必然对于人权有所侵害。然后这个有所侵害跟今天正反方想要做的价值去做取舍，你们并没有，你们只是空泛的举了一个指文件的例子，告诉大家说我们其实不希望人民去偷，政府去侵害人民的隐私权。但其实这个例子它最终使用的方式应该是，在经过整体评价之后，我们觉得隐私权其实是更上位的。但是这个例子当中不一样啊，因为它比较的权益是两者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觉得没有这样做比较。又或者是说你去讲说，我们怎么可以在一个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就直接未审先判，觉得他有可能就把他挡在门外呢？一来是这个政策有没有到未审先判的程度，其实我觉得没有，它比较像是理解，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事先看一下说，哎，你有没有真的有什么怪怪的地方？如果你通过，我让你进来。二来是你所说的这样的状况，在现实社会当中是不是必然不会发生？其实我觉得酒驾就是一个类似的例子。你说喝酒的人必然会对于整体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心态？其实没，他就是风险特别高。所以你说一个人在没有犯罪的状况下，你必然不能对他有一些什么事前预防的措施吗？其实听起来还好，就懂我意思吗？你在最后结辩的两个价值说服，的确他都有发展的空间，可是一来是你呈现的速度太慢了，就是你到结辩才开始跟我们讲说你们其实你还有这样的效果；二来是你们论证的强度也没有那样的高，根本不需要强。所以到时候我会把问题引出台北版。那以上是我对这场比赛的看法，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